嘿，大家好，我是朱主任。前两天呢，有一个粉丝，她是19岁，然后找了一个30岁的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在一起接触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她跟这个男朋友啊有一些代沟，感觉在交流沟通上面有些障碍，所以她想分手。她提了分手以后，她的这个男朋友马上就威胁她，如果你要是跟我分手，我马上就去你家里去让你的父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我还要去你父母的单位去闹，还要去你所在的小区门口去闹。所以这个19岁的这个男孩呢，现在就很害怕，表面上呢继续跟他保持这种恋人的关系，但是每天其实是生活在恐惧当中的。其实这种网上交友，大家一定要小心，对方你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交友的前期一定要有一个分寸感，不要过早的把你的家庭住址、单位工作的一些地址这些信息过早的暴露给对方。在你逐渐的了解他，确定这个人的人品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以后，再进行更多的一些接触。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很多人通过网上去交友，然后对方也都很热情很主动，但聊了几句以后，他就会跟你说，你想不想赚钱，我这边有一些赚钱的一些渠道，我可以带你赚一些零花钱。这种90%都是骗局，因为如果他是真的想交友想谈恋爱，他不会轻易的去牵涉到金钱。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不只有一个粉丝给我发私信讲，她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开始非常甜蜜，两个人很有仪式感的把这个交友软件卸载掉了。但过了没有多久以后，她发现男朋友偷偷的把软件下载回来，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你让她去卸载呢，她还不愿意，她说自己只是看一看而已，又不干嘛。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你不要大惊小怪，马上上纲上线去质问她。他也有可能就像是在抖音上去刷那种好看的小姐姐，或者是在马路上看见帅哥多看两眼，可能跟这种情况一样，他就是无聊想去看一看。如果你们两个人当时的感情状态呢是非常好的，那基本上不太会出现问题。有可能他在现实当中呢认识这样的朋友机会不多，所以他只能通过软件去看一看，或者跟别人聊聊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呢，就是他一定要让你知道，两个人必须要彼此信任，你要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问题，同时呢他又偷偷去玩软件还不愿意跟你沟通，这个时候问题就不在于说他去玩软件这件事，而在于你们两个的感情是否还能进行下去。他有可能已经想要分手，甚至准备开始骑驴找马，这种情况呢你就要去好好考虑一下了。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也喜欢你，他想跟你继续走下去，但是呢他改不了偷吃的这个毛病。这种情况就看你自己，看你能不能容忍，如果能忍就继续在一起，如果不能忍就马上说分手。昨天收到一个粉丝的一封私信，他跟他男朋友的一段对话呢，他不小心把这个对话发到了大学宿舍的微信群里，而且呢就没有来得及撤回。室友看到以后呢，就把他的这段对话截图发到了社交平台上面，而且呢室友现在对他的态度非常恶劣，然后他问我怎么办。他也跟室友去沟通，就是希望他们以后不要针对他的这个身份再做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把他的这个聊天对话在平台上拿下来，但是室友就完全不买账。这个事情整体来说肯定不怪你，是他们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对这个人群有歧视，这个就是错误的。第二，他把你的隐私发到了平台上，这也是他的错误，所以你不要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根据这个情况呢，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去正面的跟他们沟通，看可不可以大家成熟的解决这个事情。如果不可以，我建议你去冷处理，不再回应他们说的任何话。在他们面前，哪怕你胆子再小，你再害怕，你要强迫自己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你表现得越害怕越在意这个事情，他们就会更得意。今天呢，有粉丝发来私信提问，是不是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找到真心的伴侣？在五线城市，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先面基，然后去接着寻找下一个人。已经单身30年的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遇到真爱，他也在犹豫要不要根据父母的安排去结婚生子。在这里呢，很难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是选择在小城市还是去大城市发展。但是客观情况呢，确实小城市的社交固定，那大家在这种典型的人情社会里，亲戚和邻居大家来回的交往非常的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难不畏惧他人的目光去活出真实的自我。而在大城市，有可能你们住着门对门，都互相不认识，大家各过各的，所以相对来讲更容易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而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拼搏的原因。有粉丝问我，两个人第一次面基应该谁来买单？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的一个经验。我跟别人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如果我觉得对方还不错，然后对方呢也觉得我还可以，他
他也有这个买单的意愿，那我就让他来买单。这样的话，下一次约会我有一个理由，我可以回请他，方便第二次再见面。如果我对对方的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那我就会跟他 AA， 或者是干脆就我请，然后以后咱也不用再见面了。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人呢，就是你跟他聊一聊，你发现这个人三观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呢他还想占你便宜，可能就想让你请。这种情况到了买单的时候你就主动一点，那这一顿我们就 AA 吧，那这个是多少钱，然后我把我那个钱转给你，然后你就转身消失在人海之中。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安全感。有很多粉丝发私信过来讲他跟自己另一半的这个恋爱经历，很多人会提到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很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很担心对方在做什么，是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当你在生活当中频繁地出现这些的表现的时候，会让对方觉得这段关系当中对方是更有主动权的，因此呢他更加的肆无忌惮。时间久了以后，你的强烈的不安也会让对方觉得窒息。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在谈恋爱当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可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呢？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那我觉得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对方给你保证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而是你自己意识到哪怕对方离开你了，你自己依然可以过得很好。当你有了这个自信的时候，在这一段恋爱关系当中你自然而然就有了安全感。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连麦，他是21岁，他给我讲他的故事。他在初二的时候呢，有一次跟别人在网上认识，对方呢是一个高二年级的一个学生，年龄也不大，可能是在18、19岁左右。然后当时他们两个就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以后大概在半年左右他被检查出来感染了 HIV。 那后来呢他这个事情呢就被学校知道了，所以他就只能就退学。退学以后因为高中也没有毕业，学历上又没有任何的优势，所以他只能去外地的一个亲戚家去打工。现在呢就做着这种焊接的，类似于焊接的这种工作。现在他已经21岁了，可以说就是这一次经历呢整个把他的一个人生轨迹都改写了。跟他连麦以后呢，我就在想，我相信他的这个案例呢也并不是个案，可能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这些初中生、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对于性的安全意识其实是非常淡漠的。我觉得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于我们的这个性，从小的这个性教育的缺失，尤其是关于如何自我保护、正常交往的界限在哪里、性安全措施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出现了问题如何应对。就像案例中的这个男孩一样，他只有初二，其实他当时呢就是什么都不懂，被恶意传播酿成了影响一生的痛。有粉丝问，两个人的学历差距比较大能不能在一起？一般来说呢，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学历差距比较大，那也会反映在你们的价值观还有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也会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呢兴趣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那这样呢就会在你们两个的相处当中呢无时无刻的在考验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那如果你们两个人意识到了这种差距并且愿意正视它，同时呢两个人都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来缩小这种差距，那么在一起也是可以幸福的。毕竟大学只有4年，如果你有足够的上进心，有足够的努力，那这个差距是可以追上来的。但更大的概率呢往往是这个学历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人呢他看不到这种差距，或者是这个自卑心理作祟，他不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同时呢学历高的这个人呢他又会有一种优越感，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可能会伤害到另一半，所以说两个人有可能会经常出现沟通无能的这种情况，就形成一种鸡同鸭讲的这种感觉。长期以往呢两个人缺乏精神层面的认同，那感情自然会分崩离析。所以说两个人的学历如果相差非常大，也不是说你们绝对不会幸福，但是大概率是很难有善终。前几天我不是办了一个相亲大会吗，现在还处于这个报名阶段。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加了我，然后给我发了一些他的个人信息，发了以后他主动给我又发了一张他的照片，说这个是他自己的照片，但那个画质上面明显就感觉很像网图，所以我就说那你再发给我一张。过了一会儿他又给我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呢就更像网图了。所以呢我拿这个照片在网上去搜了一下，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这是一个参加变形计的一个选手的照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办这个相亲大会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希望把一些彼此真诚的人，希望未来好好走这条路的人，把他们聚到一起，让他们认识，然后给他们一些机会去寻找到一些伴侣。那如果在诚信上有问题，这样的人我就不建议你来参加我的相亲大会，所以我就把他删除了。
其实在大家交友的过程当中，就包括去网上用一些软件交友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会去发自己的假照片。我是觉得你发假照片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发了假照片，等到时候真的见面以后，那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你。就如果你是想认真谈恋爱的，那我就会给你大减分，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在诚信上面，在最基本的人的一些人品上面有很严重的问题。你还没有跟他接触呢，你已经给自己减了很多的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想真的认真的想跟别人谈恋爱，或者想开始一段比较严肃认真的一段关系，你又觉得我不想发照片，因为我觉得太高调了不安全，你可以跟对方说，我不习惯在网上发照片，我也不想去发假照片，如果我们两个在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我还 OK 的话，我们可以见面，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这样才是一段健康的一段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有粉丝发了一个私信说，我长的样子很一般，我是不是不配拥有甜甜的爱情？其实呢，人的综合魅力呢，不只是一个颜值而已，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颜值是能吸引到别人，但是相处下来以后，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的性格，你的价值观等等其他的因素。你长得再好看，在一起两三年三四年以后，看你可能也看腻了。有的人可能因为颜值没有那么高，他就把注意力全都放在颜值上了，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你先天的条件不是特别好，你再努力它也是有一个天花板的，你不如把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的方面，放在相对来说你有优势的方面，把它变得更加突出，来取代你颜值不高的这个短板。今天有粉丝来问呢，人单身过一辈子能不能行，这样过能不能幸福。今天我就跟大郎来一起来讨论，然后给大家Hello， 来交流一下，看有没有一个答案。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得找个伴儿。就人毕竟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他在情感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年轻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不到，但等你上了年龄以后，你就会对这个伴侣的陪伴的这个需求会特别的强烈。我觉得是这样，有的人他可能一生他就是一个适合独身的这种人，这种人如果他一辈子选择单身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选择伴侣是在自己原有的人生方式上面加分，他才有必要，不加分也可以忍受，如果是减分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所以说如果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很棒，然后生活方式也很幸福，他完全可以照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你是那种生活没有那么独立，而且你的内心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大，你很需要别人陪伴，那这样的人肯定就是要找伴侣。单身过的话可能不会特别幸福，是